我是老师冯伟衷，欢迎来到我们知心人的拍摄现场。剧情就是要为一个印度朋友筹款，抑制他，然后外星人就觉得，其实人类没有那么冷酷，自己也没有去过歌台，有走过，有路过，有听过，有看过一小段，不过自己没有真正的坐在观众席，然后去欣赏整个表演。如果歌台有 YouTube 的 version 的话，我应该会宁愿在家看 YouTube 的 version 吧，因为就跟演唱会一样的道理。我不去演唱会，因为人多，然后会导致自己有一点不舒服，所以通常我都会在家看演唱会。而且你在家看演唱会的时候啊，还有 close up 的，你会感觉到那个人很接近，很 close， 然后你只要关灯，然后声音开大一点，还有那种 Hi-Fi system 有没有比较好啊。如果说很好，你们会叫我示范，所以我觉得挺差的，真的，还是不要听比较好啊。没有啊，很差，真的，哇，太差了。没有啊，自认呢，我对歌艺这一方面没有信心，所以我不太常唱歌。记得收看12月6号。